这游戏是个人玩了都说好，垃圾游戏毁我青春，一摸上就撒不开手了。当你以为这是一款垃圾像素游戏的时候，说明你该提高自己的游戏品味了。眼前这个马赛克像素风，画风带点工业的横版 2D 通关游戏，却是无数人心中的神作。自一年发布以来，在 Steam 上就保持着 97% 的好评，而唯一的几条差评内容也都是这样的。作为一款高度自由的沙盒游戏，在民间素有沙盒三巨头之称，更是被玩家亲切的称为 2D 版我的世界。相信看到这里，很多小伙伴都猜出这是什么游戏了。没错，它就是泰拉瑞亚，即探索、创造、生存为一体。在游戏里，几十个小时的游戏时间都仅仅只是入门，超多的游戏内容使得玩家日以继夜的沉浸其中。而最让人惊喜的是，游戏的联机玩法，在泰拉瑞亚里，你可以和小伙伴一起冒险，挑战一个又一个 BOSS， 揭开隐藏在地下的秘密。说它陪伴了许多玩家的童年时光也不为过。而就是这么一款神作，却在不久前迎来了它最后一次更新。旅途的终点，为了感谢所有玩家九年的陪伴，游戏制作组将所有玩家期待的内容一一做好，呈现给所有喜爱他的玩家。而至于他为什么是神作，玩过你就知道了。